那这一批是我看到，我说别留了给我。哎，那这对对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大概十几二十年，这个，这十几二十年，对对，没有很久。这看得出来是八十年代的东西。八十年代了，对，八十年代，就是等于国民党党员坐在这里开晚会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这个如果再过个，再过十几年就会很好，更好看了。嗯、这些没有了。是公园的吗？公园的。大概在六七零年代的，嗯，台湾的公园是全是这种椅子，全是这种啊、哦。那时候台湾年轻人谈恋爱就会坐在这里，新公园也是这种，对对，这种。对，那这个型比较特别，我猜是那种某些人的私人的那种空中花园啊，啊、哦，搞出来，根本不会这么做，对，不会这样。那为什么跟这个的材质好像一样？当时都流行这个。哦，从公园到屋顶天台都是一样的。对对，它一批一批出来，后来就不再做了。我准备其实很多活动可以办，比如说露天电影院。哦，露天电影院，哎，我是计划夏天，这很好。台风啦、啊、什么没有太多的时候来这边办。对，有。那我最近也跟电子馆讨论，说我们来办一些。其实我整个。处理这块空间的概念就是跟记忆有关。嗯，我说从记忆里面去找回一些啊价值吧。对对 对, 对，好，是好，所以电子馆那边也很乐意跟我合作，但就是牵扯到版权，不过他们会慢慢帮我处理。嗯，比如说这边放七零年代的老电影，老电影啦，或者六零军教片啦，是都是有可能的。那些多半在中影那边才比较好看。中影也有啊、有一些是没有私人的，很多有李行那边也有啊。哦，哎，不过很多都回到电子馆，可是电子馆要出来的东西都必须还是得有一个版权的概念，对，在处理啊。我是上次我们去这个是内蒙古啊，还有这么一个当地的人弄一个小的电影博物馆，他就弄一个很小的电影院。你一看呢、啊，放的那些东西啊，你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。对，就是这个中共九大的时候，我拍的那个纪录片呢、啊，他就给我们放。但是真的这个回忆啊，隔了几十年以后啊，再一看呢、啊，非常的惊艳，对，非常惊艳。对，它连颜色跟现在的都不一样，是很浓重的那么一种颜色。对，那这个空间挺好的，我说。将来连那块都可以是个屏幕啊，我说那打到那边去，对，打到那边去，现在很多投影啊都对，现在也是越来越可以做的。锵锵三人行，我跟文道在台北的下午就是这么悠闲啊、我们还是在蔡明亮导演的这个咖啡馆里啊，不想走，不想走，还得那么你的咖啡啊。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个蔡明亮导演呢，跟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正合适啊。嗯，因为呢，他是小众电影，我们是小众节目，应该是大众吧？没有啊，我们你看你的电影观众不算太多。我们的播出时间呢也在半夜，咱们这个都是在这个边缘啊，都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边缘，都有影响力，有影响，所以它的影响力你觉不觉得很奇怪？嗯，因为一方面讲啊，我听说比如说在欧洲的一个电影节上，它的这个电影可以只有五个观众中间还在吹口哨抱怨太长了，哎，抱怨没对白，对，可是呢在台湾他很受尊重，大导演蔡明亮。你说到这点我会觉得很怪的地方，就比如说像蔡明亮是三大影展得过奖的华人导演，在康城大陆叫做什么来着，戛纳、柏林、威尼斯，那像你这样子在几个大影展得过奖的其他的华人导演里面，他是属于其中最出类拔萃的，但是是最不卖座、最少人看过的，对，我对不对？好奇。然后你比如说，比起那些其他华人导演都拿过这些奖的，你比如说像张艺谋、陈凯歌，你简直就是不晓得在干嘛。然后所以我说小，作为一个小众导演的心里的悲歌是什么样？因为你想想看，你刚因为联系到台湾的情况也是，其实你比较起两岸的大导是同代的，都去国际上很扬威得过这些大奖的，你比看台湾像你，他是最糟的票房。那杨德昌、侯孝贤后来都不行，
他们甚至在欧洲都比我好。对，他们在欧洲还会比你好。那你看两岸为什么台湾这些大家都非常尊敬，仍然很尊敬你们，对不对？像政府很尊敬你们，但民间很尊敬你们，是三大这样的艺术片导演。所以大陆有得到了。对，那在大陆，那跟你们同代的，就台湾新浪潮的时候，就是台湾新电影，正好是大陆第五代。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不会转弯。这个对比现在太强烈了，对、啊，太强烈了。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你看着你们的大陆的同行，我其实觉得我是 lucky 的，我还蛮幸运的。我自己一直觉得，我们不卖座，可是我有片子在拍，不停的拍，就很好了。对，我反而是喜欢这样。你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也跟你一样的想法，说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吧？怎么没有奇迹？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是没有奇迹的。电影是没有奇迹，就是说，是你的属性的问题，你知道，就是说，你要拍这样的戏就是这样，你就要这样子，你要自由，你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，很多人说，哎，现在大陆很自由，我说，其实是比较表面的，不自由，哎，对，其实不自由的，所以我宁愿，你看，我从来不想大陆市场，我即便现在要 support 一个大陆导演，我的第一个条件说，你要找我当监制，唯一的条件。放弃大陆市场，但是你是不放弃到不是，他可能会用别的方式进去给你的观众看到，但是你要把那个市场性先拿开。那我自己是这样的思考，我很早就开始已经知道说，啊，我电影，啊，所以我有时候会阿 Q 的思考说，我就是个名牌，只是。哎，卖不出去的名牌，不太卖得出去。所以呢，我后来想想说，我何不吊起来卖？你知道吧？我可不可以发展出一个方式是，我也许我有一个电影，我只要卖一千张票就好了，我不要卖一亿的票房，我只要卖一千张，可是我卖的比较贵，可不可以？所以我现在自己就走一种方式是，我认为是收藏概念的方式，说这个电影不急着现在给你看到。因为你现在看到你也看不懂嘛，你就会骂我嘛，你知道，不如慢慢给你看到，而且放在恰当的位置给你看到。那个位置是什么？是博物馆概念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有一点积极在这块东西。是你刚才讲啊，这他现在大陆的这个导演呢，我觉得很多时候谁都要面临一个选择。是这个选择就是拍到有一天的时候。拍艺术片也好，或者拍自己愿意拍的，但是有一天会有一个问题，他觉得自己在干什么？对，难道要比赛没人看吗？对吧？哎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他就会很难办。我觉得就是你还有个你好像没有生存的问题。我没有，我说我的钱都是来找我，我没找过钱。但其实他有佛像，我们那个编导这个小女孩啊，说你佛像啊。你可以拍拍他的耳朵，他是有点福，对，所以能这么拍电影还能活下去。但其实我是觉得啊，像他们这几位导演，活是没有问题，只是看你怎么活嘛。要看你怎么活嘛。其实大陆导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导演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执着，有一个自我，他觉得他要拍他想拍的，他不像以前曾经得过奖的其他导演那么的，中间他忽然觉得。他不能够再这么下去，他要成功，他要功成立就，他要观众了，对，他要证明他有商业性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。对，但你难道你不需要观众吗？我有观众，我觉得我的观众是在比较头脑清醒的，就可能一千人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你的观众就那么在乎，所以蔡明亮的选民。以前那个谁，韩良璐有一次就跟我聊天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。”你太聪明了，你只做给20个人看就好了。可是这20个人是谁？我觉得很重要，他有影响力，他帮我推得很远，时间推得很久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给谁看，我觉得蛮重要的。没错，这不就像咱们说凤凰卫视说影响有影响力的，虽然我们是小众节目，我们不追求收视率，三星也是这样，收视率很烂，但是看我们没人管，对，但是看的人可能他都是一言九鼎。其实我希望我喜欢没人管。哎，那会有。我以前在电视台做节目，做单元剧，我最喜欢我的节目排在10点以后。
是没人管，你可以骂脏话。他没错，以前不能骂脏话，我是第一个骂脏话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没人管不到，他不知道发生了，他不理你都没看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知道吗？这都是我们共同的选择，就为了自由啊，对对对，你甘居边缘。对，哎，其实你比如一个好像一个电视台啊，我后来发现也很微妙的。嗯，你就比如方说啊，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放在这个更黄金的8点9点去播出呢？你放在那里播出，我们会比他们更好。嗯，可是后来他给我讲啊，你到那个时候播出啊，嗯，你就不能这么随便说话了，没错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很多领导他还醒着，他都看得见。对，这个就是硬生生给你做成文韬有约了。没错，没错，你就所以这是有这个问题。你很多时候啊，你进了这个主流或者进了商业，对，要牺牲自由。所以过去我们说到自由，我们总觉得是跟政治有关，其实啊，跟商业、跟大众当然关系更大。以前我讲比较不好意思哦，以前都说铁幕，现在是银幕没钱呢，更恐怖，更恐怖，抓得更紧。对，其实他这个整个你看，我觉得钱呢是更大的一个权力，是这个权力能够让你有一模一样的情感，嗯，有一模一样的生活。我在你看纽约这个 MoMA 那个博物馆啊，我就有一个体会啊，就是美国60-70年代。什么叫美国生活方式？它这个展览呢，很多整套厨房，整套厨房，是冰箱，包括当时美国的这个画报，还有美式的厨房一定是开放式的，家庭主妇这个围裙，对，而我才看到所有的这个通过金钱的力量啊，把一整套生活方式，这就叫幸福，对，给你，然后所有的观众傻呵呵的，哦，我们都要这样的房子，我们都要这样的厨房，我们就幸福了。对，就幸福了啊！实际就可怜了嘛。饮酒运古法，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原浆，与景共酒。革新科技就在格力，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，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。一赫兹好变频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Wherever the long road may take you.东风日产，人车生活。谈一点就是因为你到现在其实你拿的还是马来西亚护照，对，嗯，那台湾是都把你已经当成是台湾导演，对不对？尽管你的对，尽管你的身份上面国籍身份是马来西亚，那么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导演，嗯，我从任何一个国家来看都会把你当国宝嘛，就说对不对？一个大导演拿了那么多的国际声誉，马来西亚有没有觉得说你是他们的骄傲？ 我一直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很少去想象我要回去马来西亚拍戏。好啊，并不是我不爱这个国家，它就是我的亲娘嘛。好，对我来说，我的故乡。好啊，我爱那边的食物，我爱那边的风情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在那边发展我的创作。啊，就表示说那个国家在创作上是非常封闭的。虽然他们也在讲发展文化，可是是很表面的那种官方的概念。嗯，那官方既然有那么严格的概念，人民自己有自己的自己就会有尺度嘛。所以我说你不用去告诉马来西亚人不能拍什么，他自己就不拍了。对，自我审查。哎，对，自我审查。我也是，我跟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打交道的感受啊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对，很老实的，是太老实的好人。那往往有时候太过保守，是很保守。对，那所以你看得到，就是，你的现在状况就是，你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你跟你原来的那个祖国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？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吗？还是说其实它并不重要？我是没有祖国的人吗？不特别重要，因为我可能我从小就有一个观念，是我爸爸啊。我爸爸是大概是20年代移民到南洋的，那一批最穷困的那种
中国人，从大批从广东，广东坐船，跟他的父亲啊，跟我爷爷啊，听说只有一条短裤就去了哈、然后他一直到他55岁，他12岁走的，55岁探亲，刚好遇到文革前后啊，你可以想象他广东，对对，回广东。第一次回去，因为55岁马来西亚开放，那个年龄人可以回去，当时大马还是反共的，那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那种乡愁，也是很强烈的。好，回去又碰上文革啊，回去那也待不下去啊。对，他回来带很多故事给我们听，跟我们看的宣传片很不同。你知道他很有意思，我小时候看到一些纪录片跟爸爸讲的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可是呢，我父亲很小就给我一个概念，说去哪里哪里好就在哪里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懂你意思。所以我比较没有落叶归根的那种概念。我觉得 他的名言是落叶本来就没有根。没有根了啊，就哪里好就哪里可以做自己就去哪里了。所以现在对你来讲就台湾很好。台湾让我自在，在创作上面。好像你刚才讲到这个苦啊，我去马来西亚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是不是当年最早的一批，就像您这个父辈啊，刚下南洋的时候就生活是相当的辛苦的，很艰苦的。那你还有什么记忆吗？苦到什么程度？苦到他们的苦我们也没吃到了。他们的苦就讲讲你的苦吧。我不苦，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有印象，就是我们要去帮忙爸爸妈妈卖面的，或者我爸爸是一个人做好多事的。他除了卖面，因为卖面是我外公影响的，交给他这个生意。那他同时是农家子弟，所以他也种胡椒，也养鸡，开鸡场。所以我小时候的经验就是不停在劳动。他小时候有些经验，我觉得跟他长大以后拍这个残酷的真实有关系。比如说，我记得他说过，他说他爷爷祖父，就杀鸡。哦，我爸爸，你爸爸啊，这是你父亲。是鸡瘟，都是禽流感的。鸡瘟，最惨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自己家里就吃了这些鸡。吃的。然后吃烤鸡。每天吃烤鸡。然后你还说你父亲怎么杀鸡？我父亲呢，就是。那个鸡瘟，我们是上千只鸡嘛，同期就上千只，在一个大的那个棚子里面，竹棚啊，好、平常都很吵，一到鸡瘟就是一片死鸡，其实蛮恐怖的。死了的，已经没死了，不叫了，都在打瞌睡。它是轮批的，一批一批啊，那边一下来这批死掉了啊，换这批，你打预防针都没用，一来就是这样子。那我有一次是亲眼看着我父亲。就抓起那些奄奄一息的鸡，就往那个砖头，地上是砖块嘛，就敲敲它头，嘣，很清脆啊，咚，死了，咚，咚，因为过不久它就死了嘛，他就先解决它，然后拿去埋。那个我很小，那时候大概小学吧，就很震撼，觉得好残忍，很震撼，震撼。所以我后来舞台剧就演了这一段。你就迷恋上了这种残忍，就生活里面的无可奈何，很复杂那个情绪。对，我们那辈很多这种纠结哈、就是说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是这么想的。爸爸很严厉，我们其实我父亲主导了整个家庭的气氛。为什么呢？你小时候是不能理解，说怎么会有一个父亲那么严厉，不讲话，然后他睡觉的时候咳嗽，睡午觉，因为他晚上要开档嘛，他白天要种胡椒嘛，他中午要睡那个一小时的午觉，家里不可以有一点声音，有一点声音他就骂你，后来我们养成是，他这样一声，全部就散开，我们有七个小孩嘛，就散开，吃饭的时候特别害怕，就爸爸会盯着你说，头发要剪了。你明天就得捡回来。哎呦，这跟今天这孩子骑在父母头上完全对不可同日而语。我们不能跟父亲讲话，会发抖的。后来长大，你这是特别传统的南洋化的家庭，后来就是这样。后来回想说，为什么爸爸是这样的？他老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一样，很容易掉泪啊。啊，是是是，特别喜欢孙子啦，什么什么，特别温柔啦。那段时间怎么回事？就是生活的压力嘛。哦。
你生活的是这个答案，我对生活把人磨到这个样子，生活的压力，就等于你刚刚说敲鸡头，对那种残忍是生活。所以我们那一辈的人就比较能够很多的反复的思考，说人性啊，人啊。父亲带他走入了文学的殿堂。我第一个作品呢叫老舍的童年。读懂父亲，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我说他今天要是不死，他肯定明天死，必死无疑。书艺大家书斋，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安台。回声，整体打包更省心。哇，都替我们单位好了。分期付款更省钱，真划算。智能配送更省时，看，还有会员礼物哦。来苏宁省更多，科技苏宁，智慧服务。真的是有时候讲啊，这个想起来，你像我们的父母啊，在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爱吵架，家里就是那么弄啊。但是实际上老了一看，你看两夫妻俩感情是非常好的。是后来你一想啊，是那个时候生活压力，我爸爸妈妈太大了，每一年总有一个月是冷战期，对，循环的，那个月是最恐怖的。这样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对，就那一年他一定要爆发一下，对不讲话，像放寒假，对，人家他们冷战，你们最后有一个大的吵闹，好了，很好如初，每一年都这样子。我们后来就习惯了，就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觉得，就对今天的你为人处事或者各方面的性格啊我觉得我其实。我不太知道是什么影响，我就很珍惜我眼前的人事，很珍惜，所以你看我合作伙伴都很长久，舍不得丢掉，拍到观众都腻了，导演都不腻，拍李康生好像生活里面不能没有的，哎，这些东西，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个回忆。就包括连这个咖啡走廊，对这边收集的东西，你要做的文化活动，对，都是跟这个有关。对，我觉得记忆里面有一些价值哈，可能因为有比较，我觉得我想每一个世代都会跟下一个世代做比较，也许是心理作用吧，但也许也可能是事实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。越有钱我不觉得那是一种幸福，是越进步，就我有时候会想象说，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一切好像封神榜里面讲的那些事情，就坐电梯就上去了，坐飞机就飞天了，都做到了，都做到了，几乎都电视千里眼，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全都有了，可是我觉得说我们都怎么讲更加的不舒服，其实急呀，你知道看什么都一样的东西，都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就打电动一样，看电影也是变打电动的概念，所以我自己就觉得那个慢好像慢，你不慢的话你连思考都没有啊，所以我的电影常常会我自己在看，我不常看的啊，偶尔影展就在那边看，说为什么拍那么慢呢，其实觉得很幸福，这个人还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我就是这样来想这个事情，所以慢下来，你才知道都不容易。